聚集各领域的思想家与行动者。我是庄心蕊，我是林钟奎，大爱二臺首播。蔣渭水是台湾民主历程当中最早最重要的一块基石。蔣渭水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：台湾人握有世界和平第一道关口的钥匙，这个钥匙是立足于台湾面对我们的弱点，但是无畏的迎向对世界的开放。人文讲堂。